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好了，这把对线一个老刀妹，看看他的手法怎么样。他的 ID 都是刀妹，差不多三千场，将近三千场。一级带的多兰顿，带的坚决，那他符文里面带骸骨了，但是我们好像重开了，连上来没连上来？队友应该会发起投降啊、哦，连上来那不发起投降，稍微扭一下。还能再 A 两圈，我回头他想 A 我一下，没有，行吧，换血。中规中矩，他的屏很长啊，所以说他可以过来补刀。邦邦就是四拳 ，A 再来个蓄意空拳，我照。我跟你发起决斗，死！跟他发起决斗邀请，没想到他还真敢应战。哎呦！别急 ，A A E W A 再 Q， 每一拳都要伤害打满。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点错键了。哎呦，真吓人呀！哎，可惜没遇到。着急了，没有拉到我哦，没有拉到我哦，孩子啊，这样我就不客气了，来个破败吧。这波打了他几拳？五拳。哎呦，这招还挺好用的。我照。这并不好笑，孩子。该死的，这个什么东西来着？什么？你把 W 交了？啊、哦，我想越他的，不好越。你在干什么，孩子？这样子说我们中单啊？我们中单不是人吗？你这样说他啊？太过分了。
快走，鱼人要来抓我了，我可打不过他。很庆幸的是，我不用和自己打。给他一斤的财到了。好痛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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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坏了，怎么办？怎么突然感觉很劣势啊？追不上，杀了吧，撤吧撤吧，拆不了。孩子，这并不好笑，你帮我挡一下呀！不是你满血就只会跑，不是你挡一下呀！真是个没用的东西。我把他压出去，啊，可惜 W 没开出来啊，我的韧性点没点韧性，好像被控死了，是到被刀妹的 晕住了，还是被这个坚定不移给夹住了，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这第二件拜魔永恩，跪一跪，这也太贵了，没中亚就送你回家了。有闪现，这波黑大龙啊，我得吸点血。什么？被我暴杀的人在暴杀我的队友？把零杠五也能暴杀我的队友啊？那你们在玩你的大霸呢啊？不是龙魂也可以给啊？别给了，人家不如把基地给了呢。啊，火龙魂也给他们，什么都给啊？他要你就给啊啊！你把基地也给他得了呗，我去你的，真给啊！我操，是人呐！很难想象这屏幕上面是不是四个人啊？
还追呢，再过来办了你啊。咋了吧，跟会翻墙呢。就是熟悉的 15.1 啊，嗯，给稻城道歉，不是，你还真以为能让轮回是对的？错的，这把能赢是谁？什么是我在 C 呀？啊，不是我 C， 他妈轮回给了，怎么能赢个屁呀？能赢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